他们是不是在骗我，怕我玻璃心了。随他去吧。第二季的露营究竟有没有 BC？ 给自己一点时间，那就是有了，给他时间就有了。然后我做的那个炖鸡大家都说好吃，鸡肉都就是炖得很烂，很好吃。哥，好好吃啊。哥，你做的好吃。他们是不是在骗我，怕我玻璃心了。随他去吧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观众看完我们这个节目究竟会不会喜欢，或者是心中平常有压力的，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一点减压。事情将随我心意。